哎，你去哪儿啊？质量怎么样？开了一枪，没中要害，也没抢钱。那他目的是什么？不知道，走去那边看看吧。啊，你看，就是这儿，是真的。你跟思远商量过吗？商量过了，这个思远啊，听说是为他潘阿姨做事儿，他很快就同意了，是吧，思远？是。哎，这两个都坏了，咱别带了啊。嗯，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好，好，好，带走，带走。哥。嗯。你这么着急收拾着搬家，房子是不是已经卖了？还没有。嗯，不过现在啊，倒是有几家来问了。我想先腾出来，省得到时候麻烦。哎，嗯，这件衣服怎么在你这儿啊？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嘿嘿，我也不知道，一直堆在那儿了。这是我上学那会儿最喜欢的一件，我说怎么找不着了，原来跑到你这儿了。思远，你看姑姑穿上好不好看？好看，这还是柳胜一个月没吃早点花钱给我买的呢。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刘少。 德东，这是明天送给他们的礼物。嗯，明天的事很重要，一定要办得干净利索。哎，您放心吧，崔哥。嗯，大胆儿，明天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哎，瞧我的吧，我弄个蛋糕盒子，我炸了他们。 吧，好了，舒怡，真是不好意思，都怪那个王老板太啰嗦了，就知道跟我扯怎么在香港上市，我又不好意思早走，别生气了啊。好了，走吧。苏远，联系完了吗？赶快吃饭，别耽误上学啊。
快点啊！思远，中午放学，爸爸去接你啊。不用，我自己能找着家。我妈都死两年了，可你连凶手是谁还没弄清楚。亏你还好意思当警察呢。把饭吃完啊。来，路上小心啊。是谁还没弄清楚，亏你还好意思当警察呢。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这是你们经理订的生日蛋糕，帮忙转交给他。哎，那这个搞定。走小路，避开监控录像，走。走，开车。就按照我要求的做，潘局。嗯，博物馆那边有个新情况，副馆长张继亮一周没到单位了，家里也没有人，现在处于失踪状态。失踪？嗯，这样通知各派出所发寻人启事，这个人必须要找到。是。报告。进来。潘局，出大事了！刚接到海湾大道春明大厦保安部报警，今天中午12:20，位于春明大厦12层的新铁公司发生爆炸。爆炸？爆炸？对，根据报警的保安人员说，这是一起人为性的恐怖事件，有人上门送了一个用炸药做的生日蛋糕。幸亏前台小姐警惕，把蛋糕放在储物柜中，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有没有人员伤亡？哦，没有伤亡，因为当时是午餐时间，蛋糕放的位置比较好，因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炸坏了几台电脑和几扇窗户。去看一下。好。好。报告，进来。潘局，那个怎么了？慢慢说。山路只有百货门口电话亭，被炸毁，三人受伤，已送往市人民医院。怎么会这样？报告，潘局，海边某岩咖啡馆发生爆炸。他们想干嘛？啊？这帮罪犯也太猖狂了吧！明摆着叫板。这是连环爆炸案。某岩咖啡馆的爆炸发生在几点？大概下午1:30，只炸毁了咖啡馆临界的橱窗，幸好没人经过，没造成人员伤亡。走。店刚开业还没一个星期，就怎么让人给炸了呢？我招谁惹谁了呀？老板娘，你先消消气儿，
没伤人已经不错了。我刚装修的就被人炸了，你说我消什么气啊？好，那这样，您先说说今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你们咖啡馆？这我哪看得出来呀？就那么几桌人，有谁可疑呀？我可看不出来。潘局，根据这些碎片和现场残留的一些粉末，初步估计是自制的 TNT 和硝铵炸药的混合物炸弹。春明大厦和智友百货那边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三处爆炸应该使用的都是这种炸弹。这种炸弹虽然响声大，但是威力并不大。哎，潘局，咱们先收队吧，待会儿人越聚越多，别再发生什么意外。啊，请相关人员回市局协助调查，技术组继续勘查，其余人收队。我已经调查过了，新铁公司不是很大，只有十几个人，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公司。但是公司呢，没有任何债务纠纷，公司上上下下从经理到职员都没有前科，也没有仇家。对于这次爆炸，他们感觉很奇怪，认为很不可思议。梦圆咖啡，他们的生意也一直不太好，前段时间想转让，但是一直没有转出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位置不太好，老板和老板娘人非常实在，他们都是下岗职工，也没什么仇人，我觉得应该不是报复行为。只有门口的电话亭就不用说了吧，当时没有人在里面，更不是报复性作案。根据上述情况，潘局，爆炸的时间几乎是同时，使用的又是同一种炸弹，我分析啊，这是同一伙人连续作案。像这种连环爆炸案，我判断这是一种忘乎所以的挑衅行为。李光，你过来，你把汪海路、滨海路还有深海路这三个路段全天的监控录像全给我调出来，查出可疑的人和可疑车辆，快去。明白。大家都听到霍队刚刚的分析非常对，这是一伙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挑衅性质的作案，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潘局啊，找您的啊，给您。喂，哪位？尊敬的潘局长，今天中午这三份礼物让您格外惊喜了一下吧。你是谁？什么礼物？你要说什么？潘局长难道老糊涂了吗？中午刚刚发生的事就忘了吗？那可是三个响当当的礼物哦。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就玩一玩吧，中午的炸弹只是个见面礼，好戏还在后头呢。明天中午12点，我打算在西郊的某个超市实验一下我的新产品。至于具体是哪个超市，我可说不好啊。要是潘局长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们也来郊游一趟。喂喂，潘局，我已经派人去查电话的位置了。真无耻！啊，这个东西真好用啊！啊！咱们要去西郊放炸弹？哼，咱们傻呀，跑那么远干嘛？浪费油啊，油多贵啊，该省就得省，咱们就近吧，因地制宜。你把电话的情况说一下。电话的位置已经查清了，是在东郊的新港路上，他们用的是一个公用电话亭，可是我们的人去晚了，没堵到人。这样，你通知当地派出所，让他们查一查那个电话亭附近的居民，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好。报告。哎，来。潘局，电话的声音是被处理过的，原声正在恢复。是吗？一光回来没有？一光应该回来了吧？报告。嘿嘿，说曹操，曹操到。哎，汇报一下。
交通局的同志给我们看了录像，监控显示今天中午这三个地方都进过的车有200多辆，靠近爆炸时间的有20多辆，我们对这20辆车进行了排查，没有什么可疑的。那么现场的附近有没有什么小路安装有摄像头啊？我也怀疑是罪犯抄了小路走了。看来这帮家伙是在考验我们的智商啊。啊，潘局啊，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帮家伙一不要钱，二不勒索，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我们警方。潘局，啊，您从昨晚一直坐到现在。是啊，我怕他们又打来电话。有什么情况吗？啊，是这样，我昨天呢，连夜带人，把西郊的各大中小型超市查了个底儿朝天，包括小卖部都查过了，别说炸弹了，连个鞭炮都没见着。哦，几点啊？8点。潘局，你先回去休息吧，这儿我们来盯着。看你脸色，你也爷爷没合眼吧？嗨，我们年轻嘛，年轻也不能当饭吃啊。这样，中午多休息一会儿。潘局，东郊水泥厂发生爆炸。这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喂。早上好啊，尊敬的潘局长，我是不是又惊扰您的美梦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之前的那几下都只是小试牛刀，现在我觉得这炸弹的威力我还挺满意的，想要拿到人多一点的地方来个公开测试了。你有本事把炸弹放到公安局来，你们冲着我来！哎，这我可不敢，我要是那么有胆子，我就当警察去了，我也当领导。你说吧，你们到底要什么条件？条件啊？我们没有条件，不过要是潘局长你有诚心救人的话，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这帮混蛋，都跟上啊！你掉队了啊！那边就是海豚馆，避免危险，别掉队，都跟上，别说话了啊！漂亮啊！同学们，快走啊！大家排好队，跟着老师往这边走啊！都跟上啊！
喂，是防暴大队吗？我是潘世博，请十五分钟内派四名排爆员马上到我这儿来。潘局，您找排爆大队？难道您已经知道他们把炸弹放哪儿了？哎，现在我还不知道。可我总觉得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伤人。如果真想伤人的话，啊，那么头几次在我们毫不知情的状态下，早就可以动手了。但这次他们说，他们要在人多的地方。好，好。喂，喂，哦，是小王吧？哦，我听到了。什么？排爆队员已经过来了？好啊，那我就放心了。好，好，好，你注意安全啊！啊，咱们电话联系。好。喂，啊，我是快递。好，我知道了。啊，你看那条鱼，看那个，牙齿好大呀，真好看。那个颜色多漂亮啊！哎，你看那个，后面的同学都跟上。看看这个，这是什么鱼？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哇，这么多鱼啊！哇，这个海洋馆里呀，容纳了近千种海洋生物。你们要仔细观察，同学们，我们该往那边走了，都跟上啊！我喜欢那条。哎，严军，嗯，咱们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盘里怎么就一首歌啊？这歌还挺熟，《海滨之歌》。同学们，你们看，那边那条就是七彩神仙鱼，颜色很漂亮，真好看。你们说是不是啊？是。那边那条呢是青鱼。海滨之歌，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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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宾之歌。海滨之歌。霍队，霍队，你找我？哎，吕亮，你听好了，你马上通知排爆专家赶往海底世界，遣散人群，排查死角。一旦发现有炸弹，马上报告。是，涛。刘同，你带几个人，再带几名特警，赶往海底世界。是。到里面，一定仔仔细细的搜查清楚。哎，好嘞。老师，老师，快把孩子们带出去，快点！同学们，赶快离开，排好队，跟上，赶快离开，快，快点！所有的人都疏散，抓紧时间都疏散，啊！情况怎么样？这是个假炸弹，人为遥控的，没有危险性。赶紧通知李光，让他们赶紧收队，马上集中在海洋馆，排查其他死角。记住了，任何一个角落都要仔细搜查一遍。好，老张，这边交给你，我到那边看看。嗯。同学们，快点，必须马上离开。倩倩，霍叔叔，看见思远没有啊？我们跟老师跑出来，跑着跑着就不见他了。啊！思远，不怕了啊！看样子炸弹是拆除了。哼，他就是不拆除。这次的排爆工作，大家完成的都非常出色。
尤其是我们的老张和霍彦军同志，他们表现得非常机智和勇敢。但是刚才技术处就这两个爆炸物进行了鉴定，第一个炸弹是个假炸弹，第二个炸弹在他们安装时就已经将引线拆除了，即使我们剪错了线，那这个炸弹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性。这是你们要的档案。啊，谢谢你啊，小王。啊，不客气。哎，穆姐，你天天泡在警局里干啥呀？也不回家陪老公？你说什么呢？现在局里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哪有时间陪他呀？你可真是的。哎，不是，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这，哎呀，穆姐。姐，你说你能不能行了？你真是，你，这是你要的档案。谢谢啊。不客气。哎，姐，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怎么了？我查了这么多案底，唯一一个使用自制的 TNT 和硝铵炸药混合物的，也就刘庆武一个人，他现在还在号子里蹲着呢。刘同啊。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啊，说什么事说清楚点，把你掌握的情况慢慢的说出来。是，潘局，有一个叫刘庆武的，今年35岁，是上冈村村民，他是唯一一个用 TNT 和硝铵炸药混合物自制炸弹的啊。上个月啊，他把他们村的鸡窝给炸了，是因为啊，就是他的丈母娘跟人家、哎、说来说去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讲话要讲重点。是，啊，潘局啊。他所掌握的这个炸药的成分和海洋世界我们发现的炸弹的成分是一样的，但是他现在还在坐牢呢。马上通知大北监狱，我们要提审刘庆武。是。喂，燕军吗？你马上去一趟大北监狱提审刘庆武。报告政府，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我进来后从不犯错，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很后悔以前做的事情。就在昨天，我们在汪海市海底世界排除了两颗炸弹，制作炸弹的水平跟你是一模一样。警官，这我可真不知道。哎，你再好好想想，谁轻谁重。警官，能不能给我一支烟？真诚在心底悠悠雨，熟悉的声音离我远去，记忆里重新呼唤着你，渴望中却感到